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唔少澳洲人对于要取消订户服务遇到困难，约有3%被迫续订根本唔需要嘅服务。根据消费者政策研究中心批评，澳洲目前保障消费者嘅法例跟唔上其他国家。其实有3%的澳洲人有同样不成功取消订户服务的负面经验，因为取消太困难而放弃，被迫续订。消费者政策研究中心发现，几分钟成功订购的服务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退户，而超过半数澳洲人就有类似的经验。消费者政策研究中心的副行政总裁兼数码政策主任古普塔就说， What we found is that subscription traps are costing people time, money, and ultimately their peace of mind. 他们发现，对于澳洲人来说，订阅陷阱正在消耗他们的时间、金钱，最终还损害了他们内心的平静。目前大家生活在一个数码经济的体系，几乎没有拥有任何的东西而订阅一切。因此看到大家要取消不再需要或者想要的服务时候遇到困难，虽然令人感到遗憾，但亦都不惊讶。古普塔解释这些公司使用什么手段来令到订户这么难去退户。What we saw is that companies are using multiple complex screens. 他说公司正在使用多个复杂的屏幕，一种称为黑暗模式的功能，基本上是指在网站和应用程式中加入一些功能，令到使用者很难进行自主的选择。这些功能时常会引导使用者做出对企业有利的选择，但最终并不符合消费者的最佳利益，导致想退出的时候实际上没办法实施想做出的选择。雪梨大学商业法律学院诺特奇教授是消费者法律的专家，对订阅陷阱都不能够幸免。由于订阅半价优惠，他订阅了《经济学人》杂志一年，只是花了30秒就完成了订阅，不过到想取消的时候就遇到困难。Eventually, you get to a web page on The Economist magazine where it says, "Oh, you can't do it online." 诺特奇教授话，过程去到最后会睇到《经济学人》杂志嘅网页上边写住，你唔能够喺网上边取消订阅，必须要喺营业时间打电话。而最终联络到之后，令佢意外嘅系，对方会试图游说佢话，请你唔好取消，你系咪要确定取消订阅，或者大家可以达成某种协议？不过诺特奇只是想取消订阅，经过几日终于成功退户。诺特奇教授向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投诉，委员会跟进投诉的电子邮件之后，建议他要联络新州的监管机构。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公署在给 SBS 声明中说，他们已经呼吁禁止不公平交易行为有一段时间，并且在2023年向联邦政府咨询，提交了建议引入这些的禁令。又补充说，营运订阅陷阱业务的企业可能会违反澳洲消费者法入面的不公平合同条款。洛特奇教授说，目前澳洲有关的法例不允许企业的订阅服务采取哪些可能被认为不公平的做法，必须证明消费者是被误导或者禁止在交易入面出现不公平的行为，是依赖法例证明企业利用订户的弱势处境。洛特奇教授解释，联邦财政部在2017年对澳洲消费者法例进行了检讨，不过针对这一类的订阅做法就没有具体落实改变。古普塔同意，目前消费者的法例是有限制，而他们机构发表的报告发现，有1/10的澳洲人放弃尝试取消订阅，继续支付不需要的服务费用。他希望监管机构能够有效执法，比如在美国或者欧盟就有相关的法例。In Australia, we have strong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but 古普塔说，澳洲有强而有力的消费者保护法，不过最终仅仅是保护到免于企业的虚假行为或者极端恶劣的行为，对于介乎两者之间的情况就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保护。
呢啲唔公平嘅做法就成为咗法律嘅漏洞。除咗呼吁政府喺下一届联邦选举前引入唔公平交易禁令之外，报告仲建议银行同埋企业合作，更加好咁保护客户，免受于呢一啲订阅策略嘅剥削。想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系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